爸爸，你听到了吗？啊？好像那边有哭声。可我感觉在这边。不对吧？我感觉在这边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晃动脑袋能把双耳效应变为三维空间定位，这样就能准确找到声音位置。啊？找到了，就是这边。这声音有小朋友的哭声，还有声音也是你的哭喊。会是家暴吧？我们得去看看。好。奇怪，在走廊里反而听不到了。是啊，而且咱这声控灯很灵敏的，没有楼层亮灯啊。爸爸，厨房的窗户是开着的吗？对，晚上把菜炒糊了，就开窗放放。哎，步美，你去哪儿？步美，慢点，等等我。留下来了。果然，声音是从窗户传出来的，而除了我们没关窗户的那家，就是。哎，倒是等会儿，怎么这是？哎呀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爸爸呀，今天太阳好晒啊，夏天没出来玩真是。我们先去玩旋转木马吧。好呀。这么多，我肚子不舒服，你们先排着，我去下厕所。不会吃坏肚子了吧？没事，一会儿要是到咱们了，还没回来就给我打电话。厕所明明在刚才来时的路上，爸爸却走向另外一侧。他这是。只听在妈妈的包里，爸爸去厕所除了手机什么也没带。爸爸走之前东张西望，肯定是在找什么地。根据地图的显示，那个方向，难道是去了餐厅？妈妈，给我看一下手机。果然，爸爸不想排队，找了一个凉快的地方玩游戏去了。嘿，这家伙，打电话给他。别打。好主意。哎，你别上啊！意思，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给我打电话？哎，你们在哪呢？我现在就过来啊！我你们来鬼屋干啥？进去！我错了，你别让我动进去啊！哎，你别，我求你了！哎，爸爸，你胖的我都看不到你脚了。你从今天开始减肥啊，物美监督。哎呀，知道了。刚到了，开始锻炼。啊，早饭吃完了。爸爸加油啊！不行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都吃起四个人了，能不接单？哎，不说了，我到家了。你晚上干嘛去了？啊，去公园跑步了。这一身汗，我先洗个澡啊。这还是那个好吃懒做的爸爸吗？从爸爸不熟应该是去跑步的。哎呦，真出息了。不过在衣服上湿出的汗还是洒的水，可说不好哦。哦，人的汗液一旦蒸发就会呈现碱性状态，而不错的分叉时气甲会变，所以只需要测试就能知道爸爸衣服是故意淋的水还是运动出的汗。一年365天，366天吃啥做那么难吃？好吃你自己做啊！我不稀罕做，要是我做那就比一比，让步美当裁判。他逆不成比什么？就比冰淇淋。我也要用。那我去用隔壁老王家的。这次我赢定了。这份好咸呀，应该是妈妈做的。至于爸爸做的就分，哇，好好吃！我宣布本次大赛的获胜者是……等一下，相同冷冻时间，爸爸的冰淇淋的融化迹象，难道说爸爸作弊，取消比赛资格？你还作弊？胡说八道，怎么就作弊了？爸爸今天只出去了一次，却走了4300步，按照成年人55厘米换算，再减去往返和走楼梯等过程，爸爸去了1.1公里左右的地方，而在这个距离刚好有家冰淇淋店。说我这冰淇淋是满的？哼，不打自招。荒谬，你有证据吗？这是冰淇淋的外包装，没错，我刚刚走完顾家垃圾桶里找到人赃俱获，看爸爸怎么抵赖。老婆，我就说一句。
爸爸为什么这么开心？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，他也就没有新的零花钱。怎么？怎么了？我扔娃娃把杯子碰掉了。没事，爸爸来收拾啊，别动。爸爸，我想看动画片。看呗，让你妈给你切点水果吃啊。太奇怪了，明明刚刚做的测试，居然还允许我看动画片，还主动给我拿水果吃，有问题。妈妈。怎么了，布布？你有没有觉得爸爸今年有点怪，总是偷偷笑？没有吧，可能是天气好，所以笑。这是什么回答？像我这样小孩呢，而且妈妈心情看起来也非常好。太奇怪了，看来必须得使绝招了。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行，放着吧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在笑些什么。唉，看来是因为出去玩所以开心。不对，十五号。哼，你们以为我十五号开学，你们就解脱了？我七月十一号就放暑假了。木美，这些考卷都是家长签好字的，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好的。正常签字时，每一笔画在不同位置，粗细都不太一样，并且两笔的地方就是下笔很轻很细，而这个签字粗细都一样，甚至连两笔都看不出来，肯定是自己模仿家长。这个签名倒没有问题，不过妈妈写的八是这样的，而这个分数应该是用三改的，36分的卷子不敢给家长看，上86拿去签字，家长还真好骗。这个签字也没问题，不过这个折痕，所以他是试卷加码分，都需要签字的纸张里面能换红国案。这个，哎，他这次怎么是妈妈签的字啊？以前不都是他爸爸签的吗？哦，为了防止老师察觉爸爸的签名和以前不一样，这是故意换成了妈妈签。不过这个转的车子旁和 E 的车子旁明显是一个人的字迹，他的签字也是假的。哎，这些时候真的是越来越大。所以你卷子上的家长签名是谁写的？哎，我有点头晕啊，好像低血糖了。啊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啊，没那么严重，我回屋躺会儿就好。这事儿弄，乌梅，回头你把爸爸的活干了啊。坑爹呀！不对，低血糖应该吃东西才对。爸爸有问题。爸爸，爸爸。装睡和熟睡的区别在眼珠会在眼皮下时常转动，并非纹身不动。哼，不给我看。爸爸，我们来测一下心率吧。人熟睡时心率会比平常低一些，通常在80以下。游戏结束，爸爸别装睡了，快起来干活。长安建设78到79页，客厅福字的背面，还有、啊、舒服多了。今天活都我来啊，你们赶紧歇着去。说吧，大晚上的干啥去了？我爸爸，我想吃鸭脖子。不行，太晚了，一会儿你妈回来看我不在家又生气了。爸爸，你按我说的做就没事，而且你还可以去网吧玩会儿。好啊，怎么做？我们来模拟一下。我去给布美买鸭脖了。几点去的？7:33。错，这么精确的时间怎么可能张口就来？大概7:30吧。撒谎，你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？时间要围绕事先回忆事情再推算时间。你每平常看动画片都是7:30开始，出去的时候刚好看到。来回路程只需要1小时，但你却出去2个小时，怎么解释？我已经预判到了妈妈这个问题。回来我加了个油，还免费洗了个车，就耽搁了会儿。这是加油的发票。说谎很容易被发现，但说真话就没有破绽。加油是真，发票也是真，只不过油是昨天加，发票是今天去补开。我们只是把发生的自己重新排序，变成了新的故事。算你老实，起来吧。加油钱哪来的？我把压岁钱给了爸爸，让他买鸭脖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没事了。现在 KTV 网吧什么的都开门了吗？不好。KTV 不知道，网吧倒是开门。